伟成，我喜欢上山下海，热血到处跑。我是安琪，我喜欢拍美丽的风景。我是新的摄影组组员，然后我最喜欢晒着太阳，然后躺在草坪上。我是宇伦，我喜欢睡觉。好，别闹了。我是宇伦，我喜欢学习语言就那摄影对我来说是一种启发想象力的学习，在拍摄的过程中可以让我从中学习到面对生命的感动。我们摄影组想邀请你们大家来参加2021年全国年轻单身成人大会。